黎巴嫩真主党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以军在黎东部贝卡谷地哈亚拉镇展开的暗杀行动，当天黎真主党使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军队位于拜特希勒尔和阿耶莱特哈沙哈尔的指挥部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击中目标并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在拜特希勒尔拦截了一架从黎巴嫩方向飞来的无人机，当地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此外，以军在夏加利利地区击落了一架从黎巴嫩方向飞来的侦察型无人机。